如果你真的對他有感覺的話，你咪承認那種感覺咯。他去了做一個告別的儀式。我今天嚟係諗住同佢 say goodbye。你是要走？收禮物時間。對我嚟講，你就是天使。你仲有時間嘅，我會珍惜你身邊的人。你願唔願意嫁俾我？